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你们菜狗子鸡巴。今天的粉丝任务是挑战不进房子之前啊，我看你们就是在为难我鸡大宝，本来人就菜还不让进房子。既然如此，这局这个航线我们就直奔 N 港。说到不进房子，还有什么能比集装箱更肥的地方啊？原点三个人，落地只有一把 VSS， 环顾四周，我枪呢？二级包、二级头就是没有武器。旁边这个小老弟看起来也在空手逛街。对不起，这次是我先找到枪，拿下。哎，已经有人注意到我们了，赶紧找个地方打血。还有一把大盘鸡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循着枪声过来，集装箱上先击倒一个，再把他救人心切的队友顺手拿下。还有个挂机的小可爱，刚要走，原点又传来枪声。好家伙，这还有人呢，我得去看看。听声音像是在高架上，我们不能进屋子，可得找个好点的地方。哎，我去，这海边怎么还藏着一个呢？蔡狗子挑战失败的第42天，天哪！